要说凯撒路选手最需要有操作能力，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一个优秀的凯撒路选手可以为队伍控制住凯撒边的半张地图，并给予足够的兵线压力，来迫使敌方必须调度人员来进行防守。这一期关键选手凯撒路篇将为挑战者们介绍本次 AIC 2023最值得瞩目的五位凯撒路选手。第一位选手是卫冕冠军 SGP Giro。居友加入队伍的时间并不久，不过他与其他队友磨合得很快，除了一起称霸了自己的赛区，他们在国际赛场上的气势更是势不可挡，很快就打出属于自己的名堂。刚入队的他曾经被质疑过是否能够超越 SGP 前一任凯撒路选手所缔造的传奇，不过居友很快向大家证明自己的能耐，他能攻能守的灵活打法直接与队伍达成了完美的契合。如果队伍需要他采取攻势的话，他便会打得十分激进，配合着夸冲锋陷阵，在捣乱敌方阵脚的同时为队友吸引炮火，而瑞克及斯科德便会是他在执行这种战术时会选择使用的英雄。当队伍需要更多地图掌握度的时候，他则会积极带线，并在必要的时刻透过自己的牺牲来为队伍创造夺取物件的空间。居友在 LG 2023冬季赛的表现相当优异，在击杀数以及对英雄造成伤害为凯撒路榜上第一名，他获选 MVP 的次数更是超越其他凯撒路选手，并于本赛季达成不败的战绩。担任队伍的关键一环，他与 SGP 载制着 LG 赛区，并将目标放眼于称霸国际，为自己缔造出不败的传说。接下来是超级新星 Bacon Time 的 Margie。年纪轻的马蒂在披上贝根坦的战袍后，靠着优秀的操作立刻打响了自己的名号，赢得了许多令人称羡的称号。马蒂的名字在国际赛事并不陌生，除了 APL 2022的冠军头衔，他亦获选过 FMVP 一次。即便贝根坦在 RPL 2023冬季赛事中不幸落败，这位凯撒路魔王的实力仍然不能被忽视。马蒂凶狠的打法非常适合贝根坦激进的风格，他总是能够灵活穿越战场，令敌方猜不透他的位置。而这样的玩法让他能够搜集到更多的资源，以及有效找出最佳蹲点的位置。当队伍有任何小型碰撞时，他都能快速支援。这个选手十分了解自己可以突进的时间点，借此打乱敌方的阵型。叶纳、瑞克以及龙马都是他的拿手英雄。由于他灵活的打法，他也总是能够在被抓到之前成功退场，给予敌方十分大的压力。马蒂的助攻数非常高，善于为队伍创造经济差，在贡献排行榜上绝对不会找不到他。这个选手毫无疑问将会是所遇到贝根坦的队伍的终极梦魇。接下来也是超级天才型玩家闪电狼奶绿，在队伍的任何碰撞中，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身影。在中式营运的 GCS 赛区，奶绿较为激进的打法便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，能帮助队伍加快雪球的形成。而身为团队中的核心之一，他很擅长使用战士英雄进行开战和切割战场，并且往往能够在会战中扛住大量伤害后成功安全退场。在这次的名单上，奶绿有着最高的击杀数、总造成伤害量，还有获选最多次 MVP。而他在 GCS 2023夏季赛当中更是获选16次 MVP， 超越了其他凯撒路选手。虽然他擅长的英雄也和其他凯撒路大同小异，但他总是能透过这些英雄打出自己的风格，更是让交手过的对手感到畏惧。虽然奶绿在国际赛事的征途中总是遇到瓶颈，但相信随着经验的积累，他已经准备好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要和队友一起冲击 AIC 2023。第四位是 RPL 2023冬季赛冠军塔隆的 NTNZ。身为塔隆的早期凯撒路选手，经过这几季的磨练，凭借着他稳健的打法风格，再次带领着队伍重返荣耀，并且踏上国际舞台。这位凯撒路的大前辈不止帮助 RPL 赢得了第一座国际赛冠军奖杯，还一直持续维持自己在凯撒路的载制力。他能灵活的穿梭于战场中，以及能够不停的发动猛攻，找寻时机点进行开战。他是辅助型凯撒路的最佳代言人，并且能够为队伍吸收大量的伤害，排行榜上没有人能超越他。同时，他的助攻数更仅次于马蒂。用非常弹性的角色池 ，NTNZ 除了能够熟练的选出坦克英雄，他也常常选出意想不到的英雄来扰乱对方的战术。今年的塔隆来势汹汹，有着大前辈 NTNZ 的引领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展露自己的机会，为自己赢下属于自己的荣耀。最后是来自 HKA 的阿峰。阿峰也是 HKA 新加入没多久的年轻成员之一，而他在这短短时间内便已经展现出自己的潜力，在 HKA 重返 GCS 冠军荣耀的途中，绝对不能不提到这位选手。相信各位挑战者一定还没忘记阿峰在 APL 2023中弗洛伦的精彩表现，他无畏的途径、不怕开战的风格在 GCS 当中极为罕见，而阿峰的风格也为这个环境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氛围。除了弗洛伦以外，他的小青还有青燕也总是能在敌方的心里烙下一道阴影，深不可测是阿峰最恐怖的特色。
即便没有最漂亮的数据，阿峰与 HK 亦是来势汹汹，已经准备好在国际赛的舞台中争夺属于自己的光荣。在险恶的凯撒路当中，将会是这些年轻新血之间的碰撞，谁将会站到最后成为最强，又是谁的名字将被刻在 AIC 的奖杯之上呢？更多赛事资讯请持续关注传说对决频道 AIC 2023，敬请期待。